啊，对啊，喜欢吗？这个呢是昨天在街上买的，特意给王美丽买的，现在呢拿回去送给她，看一下她呢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。说真的，我骑这个电动车啊，过去差不多40-50分钟，老远了。今天还带个这玩意，让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路啊，直线要走好久。我现在呢已经来到王美丽这边了，一会儿呢我，直接给他吗？我在想是不是直接给他，要是被拒绝了多尴尬。藏也藏不了这么大东西，我又不知道放哪里。还是直接拿给他。找地方放起来吧，然后这个再拿走。这边都是他朋友啊，刚我跟他打过招呼了，其实我东西在下面，他没看见。可以一起喝吗？你可以一起喝吗？可以一起喝。啊，这里。啊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什么时候生日啊？啊。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过生日，你不要说，他想说。我不知道。他看见了啊！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？你什么时候过生日？什么时候？啊。10月份是吧？那还早的呢。后天过年是吗？啊，对，后天过年。那我有个惊喜给你。我给你个惊喜好吗？惊喜啊？是什么？你猜啊？啊？啊、哦，好，那我说我有惊喜给你，我有惊喜给你，惊喜，对啊，惊喜啊，怕会吓到你，所以提前跟你说一下，在这里送给你的啊，对啊。喜欢吗？我怕会吓到你。是什么啊？礼物呢？对啊，你过年了。不是生日礼物。如果你生日的话，那我就送，就当生日送给你了。但是，对，啊，可以吧？啊，啊，放在这里，啊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真的。是吗？啊。他说不是他是你的朋友。啊？真的吗？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。可以啊。一起坐吗？你要一起坐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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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他们。可以啊。啊、他叫我跟他们一起喝酒啊，这些都是些当地人。他们的他们这已经没酒了，不知道他要拿多少个酒、有点担心啊。他们跟菲律宾人有点不同的话，就是一人一个杯子啊，菲律宾是一个杯子轮着喝的。他在喝水。
N N I N， 没酒了，没酒了，再拿六个酒吧，拿六个，啊 ，OK， 最牛单了。啊，等一下。OK OK， 好的。六，不知道六个够不够啊？嗯，六个不够吧？六个够不够？十二个吧，十二个够不够？十二个够不够？先拿十二个，不够再拿，好吧？快点买啊！为什么今天街头上都没有人呢？为什么这里都没有人呢？哦，回家过年了。啊，说呢。没事，你多拿点，十二个酒。他们这后，够够，老子搞个盆子嘞，动不动就给他们泼一下，把我给笑死了。好不好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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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问一下，哎，好，对，王美丽，他们这为什么要泼水啊？因为快新疆的，老挝泼水节啊，就随便泼的嘛，这个随便对着人泼的嘛，人家不打你。啊、哦，明白了。在我们中国，人家要打你了。在我们，说啊。要不你拿水来泼我吧，你拿水来泼我，好吧？你泼水，泼水。我体验一下这个泼水啊。靠不靠？凑一凑。对，跟他喊，对，别玩那哈吧。
你要收摊了是吗？要收摊了。收摊就是打烊啊，关门呐。啊，现在，要不我帮你收摊吧？要不我帮你搬东西。没关系。刚才我是从这个位置过来的，他当时坐在这里，所以我把这个熊猫藏在了柜子边上，他没看见。哎，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面啊？哎，冬米。啊，冬米。嗯，冬米。OK。它这个面是真好吃。嗯，没有了。